组长可以，这是组长和助理之间的连线。弟弟，你粘住了吗？粘上了。弟弟加油，弟弟小心。叫人帮我撑一下脚。啊？我脚感觉喘不过气。我帮你拖着点，我帮你拖着点。行吗？他这儿勒得太紧了。马上吧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辛苦小姐。厉害厉害厉害！他主要是脚，他脚勒得难受。你擦一下脸嘛。擦，越擦越花，我感觉。有小甲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怕。就感觉这个，那你是不是得换衣服去？啊，那屋有那个，那屋有那个换衣服的空间。那边有衣服吗？那个，那那，他的衣服。你要不要换这身衣服？那行，我要不要换这身？稻草人的衣服，我这可以换啊。你先把这身衣服拿着吧。先回宿舍吧，先走一下。